看到了那些就是很精致的小的狮子以后呢，而且那个就是一般的人可以来照相的，对，自由的免费的，尤其是小朋友的话一定不要错过。现在我们来到横滨地区的对中华街的第二个比较大的庙，就是妈祖庙，然后它也是祈求健康啊、安全啊，对，这应该是以前中国沿海地区的人们所信仰的一种宗教吧。据说世界上信仰很多人来参拜，信仰马祖的人数达到两亿信众的。哇，真的、哦！据说呢，马祖娘娘呢，姓林叫林玉。据说刚生下来的时候呢，一个月不哭不啼，所以说是盲目。就说妈祖娘娘呢，每次在就是船出海的时候，遇到风浪的时候呢，她就会化身成一身女衣的女子，然后指引船，然后驶向正确的方向。所以说，住在海边的人们往往都信奉妈祖。对，一般都拜妈祖。而且据说妈祖娘娘与时俱进，现在坐飞机的人她也管。这个要想起来就是上面那个牌子上面写的恩泽四海，据说他们这个灯笼一直，而且这边好像基调也是绿色系的，刚才那个是绿色的，对，按照我们中国人的传统习俗的话，不到正月十五这个年是不算过完的，对。山门真的很漂亮，就而且两侧有钟楼、鼓楼的那一种，严格按照佛教的那种传下来的。对，观众也有山门，因为在山门是一个发音嘛，其实相当于入口。对，在网上说这两个庙啊，尤其是比较像台湾的。有一些景点确实是都是很好保存中华传统文化的地方。对啊，我要跑是因为快跑快跑听到那个狮子的声音。后面一个外国人在看我。狮子队一天都很活跃。我自己也是外国人。不对，在中华街的话本地人在中华街过年就是有一种莫名不知身时刻最近他乡是故乡了。我还是觉得这个粉狮子可爱，对，因为我也在人人网传了很多照片，都是这个粉色的狮子。我健康化的红包就要吃下去了。对。它当天应该是有五对的狮子，然后不同颜色在各个大街小巷里穿梭，然后最后它会汇聚到关帝庙旁边，然后，但是我们那时候已经去吃饭了。这五。这狮子是象征金木水火土，水火土吗？没有，金木水火土没有粉色。但是中华街，哎，你说对，中华街的门，它像朝阳门啊什么的，就是严格按照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四种颜色来建的。像朝阳门，它就是青色的，青龙嘛，应该是东方朝阳门。然后像延平。各种门，你会发现他们节奏特别好，对，就是敲锣的、打鼓的，对，然后还有的时候还喊一声，对，
非常酷。好，我们谢谢一直在直播的时候给我们留言的观众，然后念一下观众留言吧。因为又有日本的观众，所以我们先用日语先答谢一下吧。好吧。还没我说呢，你还没有我说的多呢。这边有。看过啥？看过啥？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これから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あ、自己紹介だけでしょ。はい、どうぞ。リーヤーと申します。ツイッターの担当です。はい、チョーと申します。その前にはカメラマンを担当しましたので、そうですね。今日は明日デビューで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开始走晚上的中华街，也别有一番特色。有的时候觉得吧，可惜的是哟，这里的霓虹灯啊，这种招牌都是红灯了。那个，你看今天要去中国人，好多外国人，霓虹灯的，欧美人的那种，对吧？大家都是传统文化，还是非常感兴趣。谢谢大家。主持人好有彩头，你也不接一下拜年话，那客台。谢谢大家，过年好，给大家拜年。我发音还不错吧？啊，刚炒出来那个。在这里邂逅了炒栗子的大哥。真的可以。栗子哥，可以可以，我可以。我想给你炒。哦，谢谢。谢谢。走进中华街的就是。栗子的香味就。先生，你是哪里人？乐。哦，因为太胖了，所以他炒的栗子不仅好吃，而且栗子哥本身也是相当帅的。哦，对，冒着热气，福建的。手心为什么这么黑啊？哦，好热。真的很好吃，刚刚炒出来。当时也把网址留给了栗子哥，不知道栗子哥现在是不是在收看的。那他看你叫他栗子哥。对，然后我们看一个介绍黄中国人矿工贵姓。刘姐，在这里一并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那么好吃的栗子。好吧。新年快乐！下次去中华街，如果可以什么的话，还要买。还要买。这栗子我们导演和我们的部长又吃了，热乎乎的，大家都获得大家一致的好。收视率会蛮高的。看我还在看呢。满足感。上一段我们就是从妈祖庙，然后一路走，路上经过了狮子舞，那头粉色的狮子摇头摆尾，然后呢就是。又碰到了糖炒栗子，其实糖炒栗子一路上都有很多，对，还有刚才那个肉包子也是。对，在中华街的话，应该最有名的两种小吃，一个是肉包子，另一个就是糖炒栗子了。好多分店，它会分散在各个角落。对。让你早晚有一家让你禁不住又会买。好了，我们VTR 到现在呢，我们已经走了一天了，下一步呢，我们要去干什么？下一步去干什么？也到了吃饭的时间了吧？这家菜馆历史悠久。对，而且是应该是在大陆，我们是绝对是找不到的。绝对找不到，太绝对了。但是在中华街能吃到，真的是感觉到幸福的要死。而且这家饭店呢，它的背后呢，还是有一个小小的故事的。一会儿VTR里会为大家讲述。那我们现在就让导演给我们去一下 VTR 吧。好的，顺便做一下宣传，因为我们节目现在在国内也可以用 Justin TV 来观看嘛。而且今天我们新发现就是不光是在网上能看，而且你通过 iPhone 啊，对，都可以留言也可以。科技改变生活。哎。
但是我们还是比较忠于我们的传统，这个市场小的来看中华街，小巷也很热闹的。白天我们好像从这里过来过，对，跟着狮子过来的。但晚上的感觉是地貌也是干什么？不的，感觉就是像看那个以前的武侠的电影一样，对，就是晚上的那种传统的中国的不可思议的感觉，现在是。これ以上マクリンさんなんか有名みたいですね。応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じゃなくて、かっこいいですよ。すごいですよ。可惜我们看不到采青菜啊。刚才有观众说采青菜是中秋的一种传统的活动，而且也写那个没有三字三撇的那个。时候过年不放鞭炮吗？放，可是还是吓了一跳。